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赖瑞玲。最近的静思精舍满满的人潮，而且大家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心里更是充满法喜，因为慈济即将迎来53周年庆。而就在这一个月以来，根据统计，就有超过20个梯次，12000人回到心灵的故乡来朝山。提到这朝山，在今年的队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白发苍苍的长者，行动不便的会众，还有许多年纪很小的小娃儿，而他们每一个人的虔诚心念感动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也让自己未来在行善的路上更加坚定。回顾朝山的意涵呢，要回溯到1984年，当时花莲慈济医院正要起建，但是过程困难重重，北区的志工于是发起朝山，希望透过虔诚的礼敬来祝福医院能够顺利祈愿。在这过程之中，可以感受到在历史的过程，还有在每年的行动当中，不断不断累积，让朝山成为了所有慈济人一年一次的约定。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这个影片来看看，在今年的朝山队伍当中，平均年龄最小的就是我们静思书轩的小志工，他们那份虔诚朝山的那份感动，很赞叹他的功法。栩栩如生的一幅沙画，其实出自台北监狱收容人的手，他们耗时将近4个月才完成，成果让众人眼睛为之一亮。在去年10月，我们设立了静思书轩以后，我们同学都非常感念上人啊给我们的关心跟祝福，所以我们在沙画班的同学，他们就主动说要做一幅上人的法像啊，来送给上人，表达他们的心意。读好书改变习气，教育更是从小要深耕。静思书轩有一群小志工，乖巧懂事的模样，总让民众会心一笑。他们每年也都会从各地回到静思精舍，带来最猛的演绎。是今年他们又带来《新雅》这首歌曲，其实《新雅》是921的歌，然后告诉大家说，受伤的树在大家的爱可以站起来，然后再长出了新雅。今年一共有200位小志工回到心灵故乡，他们也跟着师长参加朝山，遵守三步一跪拜的礼仪，期盼能共同为东非受难的3个国家来祈福。看到了小志工啊，他们那份专注的神情啊，真的是连大人都要跟他们学习。当然，每一个人在朝山的过程中都有满满的感动。今天就非常感恩，同样也在朝山的行列当中，我们慈济慈善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师兄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呢，在我们透过视讯连线要请，静思书轩的青儿师姐来跟我们做分享，青儿师姐。大家好，瑞玲好，感恩啊！我们就刚才就有看到啊，在小志工的朝山过程里面，大家都非常的专注啊。我要先问一下下，不知道他们来朝山之前有经过集训吗？每一个人的动作都非常整齐耶。有，我们有集训，但是就是有跟他们说明为什么要朝山，但是我觉得是常住师傅的带领，让他们跟着师傅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很好奇，就是小志工平常其实服务的范围都是以在书轩为主，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要带着孩子然后回到静思精舍来朝山？因为每一家静思书轩它的根就是静思精舍，所以从静思精舍出发到全世界的静思书轩，那平时大家都在各地的静思书轩服务，不管是每个人来给他们欢迎光临，给他们抽静思语，帮忙擦擦桌子跟椅子。但是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有一批小孩，我们就试着带着他们回去朝山，结果他们非常非常的开心跟法喜，所以我们后来就每一年就有让大家说愿不愿意一起回来，结果一年比一年人多，所以今年人最多。今年有多少人呢？今年孩子们有200多位，然后再加上因为要陪伴的大人跟长辈，所以总共就有600多位。我们就说
充满1:2，一个孩子要两个人顾。当然这是父母一起受惠啊，一起朝山啊，感动就会加倍。当然我也很好奇啊，因为小朋友毕竟啊，我们都会觉得比较皮啊，然后比较耐不住性子啊，可是在朝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困难要调服呢？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天性就是很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很自然，对。但是这次我觉得很佩服的是，因为在朝山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就站在他们小孩的后面，然后跟那种比较没办法独立的孩子陪他们。那前面的那些，我觉得他们都其实真的很不错，很乖，然后你不会听到很大声的声音，但是难免有那种小声的声音讲话，也难免有。还有人可能就真的很虔诚的拜，也有人就是趴在地上的时候就看着那个叶子好像不错，就拿起叶子写一写东西，对，然后很可爱，就是也有人就趴在他阿妈身上当成朝山的地板，就是很多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让孩子在小小的年纪的时候就学习如何调服自己啊，当然也要控制自己啊。那在朝山之后，有没有一些孩子跟您分享他的一个心得，或者他学到了些什么？其实那天禅师傅很用心，他就带着每个小志工，大家会心得分享嘛。然后其实有问每个孩子你到底懂不懂，然后大家就很踊跃的举手。也有孩子就很清楚，他就说朝山的过程其实就在清净自己的内心，在忏悔，然后有做错什么事，就是这个时刻也要提醒自己要有错要改，然后也应该要让心跟清净有很清楚的孩子。也有孩子就是说就是跟着走，然后反正就是每一个孩子他的领悟不一样。那有一些可能他更小，对他来说就是跟着哥哥姐姐一起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好的师父，有很好的大家一起往前走，不见得非常非常理解，但是我们一定会跟大家说明跟分享，对，只是大家理解的程度不太一样。所以也是一次机会教育啊，也是一个学习之旅啊，可以从透过您的带动，还有孩子们和家长们的带动，更感受到这种从家庭教育、生活教育等等每一个环扣的结合。今天非常感恩您的分享哦，谢谢你的宝贵时间，谢谢。谢谢，感恩。感恩，其实每一次的朝山都是让我们从中来学习跟感受那份意涵，也透过朝山的过程里面洗净自己的内心。小志工们领会到了，大人们有没有领会到呢？昨天有一场非常特别的朝山，由我们静思精舍的师父来领众，而且呢，参与的都是我们慈善基金会的同仁们。我们先透过一下这则报道，来看看昨天这场朝山。花莲静思精舍法师带领慈善置业同仁及花莲区志工等923人共同朝山，借由三步一跪拜的过程向内自省。身呢，当然就是要三步一拜；口呢，当然就是要念诵佛号；那意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心想好意，来祝福全天下苦难的众生，让他们也借由我们虔诚的心力，让他们可以离苦得乐。慈济已经53周年，早期以慈善起家，当时日存5毛钱的竹筒岁月，也希望借着朝山莫忘那一年，提起大家这一份精神及理念，结合慈善置业推展更加稳固。金色师傅的带领之下，我们后面的团队可以感受到大家都非常恭敬虔诚，跟着金色的师傅也象征跟着法脉，那宗门跟着法脉走，一起来朝山。近千人的善念共聚，更清净内心自我的烦恼杂念，齐心为社会付出。在昨天的朝山里面，队伍里我们看到了好多基金会的主管啊，俊宇师兄也是其中在行列里。是是。其实我们可能每一年都会朝山，但是在朝山的过程中，大家领会不同，是不是？请您先来跟我们回应一下，朝山的意涵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其实在这个朝山的过程中呢，那我们讲说三步一跪嘛，那这个跪不是跪在柔软的蒲团上面，是跪在石板路上，或者是
连锁站的路上，对，甚至是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嗯，那这个会造成一些不舒服，甚至会痛。对啊，那就这个就跟我们在菩萨道里面会碰到人世的磨练啊，还有这个碰到困难、挫折、逆境、障碍等等。那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因为很痛不舒服，你要选择慢下来、停下来，嗯，啊，甚至是退了，还是要继续精进。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坚忍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第一个要学习的是坚忍。对，坚忍。当然我们人、其实潮汕才一个多钟头嘛，对，刚开始会不舒服。好，那一个钟头过后呢，你发现说，哎，因为刚刚我有坚忍，忍过以后，我回首刚刚的那个潮汕呢，我才发现，哎，短暂的坚忍，最后也发展成为我们心智的突破跟成长。哦，所以这也是一种成长的喜悦。哇，所以从这。不论是行动间或者是举手投足间，其实就在锻炼自己的耐性啊。对，不容易，不容易。对啊，其实这个就跟六度万行里面一样嘛。嗯，对，你受辱也好，碰到困难挫折也好，你后面接的是什么？精进嘛。嗯，对，忍辱后面说明是精进嘛。嗯，告诉我们说，哎，你碰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不舒服的事情，甚至是困难挫折都好，或者人事的考验都好，你唯有继续精进。你才会快速脱离险境，否则你跟境界沾染在一起的话，你永远没完没了。所以它有点像是我们菩萨道的一个缩影啦。对对对，一定会有困难，但是要坚持到底。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潮汕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跨国的。因为慈济在全球98个国家都有慈善足迹，然后慈济人遍布全球。环境啊，条件啊，也都不一样。在跨国的这个潮汕里面，您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的特点呢？其实我们慈济的菩萨道修行法门啊，潮汕它是一个启示的作用。那在海外的据点也是要潮汕，因为上人对潮汕曾经有慈示过啊，那就是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精神的意义啊。第一个就是培养信心、毅力、勇气。那这个跟上人在教诲我们慈济人一样嘛，你平常具足信心、毅力、勇气，无事不成嘛。那菩萨道里面，毅力你要朝山也是要毅力啊。对对，虽然有点不舒服，可是你要锻炼你的，你要培养你的毅力，继续往前迈进。对，那你要培养你的勇气。对，虽然这个明明知道这个下去会满身大汗，会甚至会不舒服的，尤其刚刚讲在柏油路上的会很不舒服的，对不对？我有勇气，我就要学习，啊，作为信心、毅力、勇气嘛。那信心就是，我们走过之后才发现说啊，原来也没那么困难嘛。虽然看起来好像也不简单，但是，走过之后才发现说，困难其实也是一种感觉而已嘛。不是真的很困难嘛？你下去做就不困难的嘛。对，真正做到之后，其实就。苦尽甘来了，所以这第一个培养信心、毅力、勇气。那第二个呢？上人的慈示是什么？消除我慢心，降服嗔恚心。当你在弯腰低头俯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学习缩小自己，放下身段嘛。那你放下身段、缩小自己的人，他不会有嗔恚心的。那这个在菩萨道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嘛。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培养虔诚的信念。对，很虔诚，没错，那很虔诚的信念就是你在朝山过程中，其实我的感受是这样子，你根本就没有心去想其他事情，你还要三步一跪，嘴巴还要念着佛号，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让我们哈、色心不善，心住一静、我们的心就是色心，就是心没有散乱嘛，对，那我们的心是安住在朝山的这个当下，活在那个当下里面，没有杂念的。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现在是一个华世代，大家都很容易分心，专注力不够，对，所以在朝汕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训练，培养我们的专注力，对，确实是。当然我们在每一次甚至于在海外他们所分享回来的影片里面，常常有让我们很感动的朝汕过程，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有啊，这个我们看很多台湾也好，海外的那个新闻带也好，那我很感动，就是像说在菲律宾奥莫克，我们帮他们盖了屋子给他们住嘛。那当地的那个不是佛教徒，他是天主教徒的这个灾民啊。有、他为了要对慈济的那个给他们盖屋子住，他很感恩，他要感恩图报嘛。对。他在朝汕过程中都背一大串的那个香蕉在身上。是是。对，三步一块，他要把这个香蕉呢
呈给慈济，当作他一点小小的一个心意嘛。可是这个香蕉又拿不回来台湾，他又把香蕉做成香蕉干，一包一包拿回来给我们给上人，啊，这个他的虔诚，对，啊，这个没有虔诚做不到。那像马来西亚也是有嘛，那个妈妈背着襁褓中的婴儿背在身上，对，在潮汕，哎，欸，那个很辛苦哎，我们没有背东西这样子，只是这样子走哦，就满身就很考验了，对，这很考验的，尤其你要起来的时候，那个平常没有运动的人，那脚没力量的话，又爬不起来，知道吧？可是你看他可以这样子。背着孩子这样子朝上的一个多钟头，这个没有虔诚的信念呢，绝对做不到。所以证明了心诚则灵，就是要很虔诚。也反映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三个重点啊，又是缩小自己，又是锻炼自己，对，真的很不容易。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在潮汕的过程里面啊，也照见自己的明心本性了。上人呢，在近期的开示里面也特别叮咛大家潮汕的意义，也期望大家步步踏实，步步累积，走出来的是菩提大直道。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凡事多是在一念心，对的事情要花心力验，坚持做就对了。分分秒秒，我们都是用爱寸寸铺路走过来，是用爱的每一分每一寸啊，无不都是了用爱这样来铺路走过来的。情绝有情啊，我们都是昏昏的连接了这样的一分一寸的接过来，所以叫做长情大爱。五十年来总是这样的铺路，这样的啊，这个拉的结有情意义，紧接着联系一直到现在，这就要靠大家在做慈济的开头呢，在花莲。花莲是慈济的发祥地，慢慢的累积呀，从点而线而面呐，铺到了西部去，西部地区能接触到慈济的最早的也三十多年呐，能三十多年如一日的这样的支持，而且呢那样的定了决心，能文化入心啊，身体力行在人间付出。各位菩萨看到你们的精进用心，而且呢跟定师父呢是数十年如一日哦，你们的爱啊，真的我也是很感动啊。菩萨道路要步步踏实，潮汕的路也要靠自己一步一步的累积前行啊！所以刚才师兄我们就有讨论到，其实潮汕贵在每一个人愿意去行动，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他可能会有一个纠结的点，这好像是一个佛教的仪式啊，好像跟我是天主教啊、穆斯林啊，我可以参与吗？对于这样子的想法，您走过这么多国家，您的看法呢？其实这个的意思跟近似语一样的，里面的好话只要对我们的生活，哦，有帮助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我们不用去敏感说，这个是正言法师的，那他是佛教的，那你就排斥的。那这个是自己敏感，事情当然很敏感的。
你自己变不敏感，即使敏感的事情也变成不敏感，万法唯心嘛。所以心大的话就是都是同样的。对，那佛法是讲因缘种次第，讲因缘就是把握因缘。那这个是一年一度，一年一次哦。那我们还有我们一辈子能够几次，想想看，没有多少次啊。那说是一年一度的一大事因缘，尤其我们昨天这一场，常住师父大概包括常住师父跟听求师150几位，那还有我们的志工、戒律同仁，加起来900多位啊，这个是一大事因缘啊。那你说大因缘都没把握，你小因缘怎么可能？你小因缘没把握，大因缘怎么可能把握住？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嘛。所以对我个人而言呢，我所有的持戒因缘呢，我绝对不轻易放弃。尤其小因缘，不要因小失大，因为你小因缘没有把握，你更不要奢求有大因缘了。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潮汕也是一大事因缘了，不要小看潮汕了。而且昨天很特别啊，都是我们慈善置业的主管们还有同仁一起潮汕。潮汕之后，大家会有没有互相分享啦，或者是交流吗？潮汕过，我自己的心得是这样子的，做了。无悔，错过了，遗憾，一年才一次而已。确实，确实，对啊，才一个多钟头而已。对，而且昨天整个场就是非常道气非常的十足啊。对。然后我们在精舍，哪怕没有办法参与的人，也可以感受到那份虔诚礼敬的心。对，当然即将迎来53周年，是不是你也跟所有社区的会众来做一点呼吁？或许他们也可以到自己的道场啊，就是我们附近的静思堂，一起来参与潮汕。对，因为哈，这个是一个很庄严、很殊胜的情境。你只有身历其中，你才能够体会深刻。那短短的一两个钟头的这个潮汕呢，会带给你一生中很大的一个回响，一个永远难以磨灭的这个历史记忆啊。所以要把握因缘。是，当然回顾呢，在我们的潮汕历程当中，不论是从1984年为了要建我们的慈济医院所推动，或者呢是在近期我们有希望可以为我们的非洲水患的灾民来做募心募爱，我们希望大家在潮汕的过程里虔诚助导的不是只有自己哦，更要把这份爱遍洒在天下每一个需要的地方。今天非常感恩副执行长跟我们的分享，感恩你的分享，也期望呢，让我们用虔诚的心念来祝福受苦的人能够早日的离苦得乐。感谢你的收看，也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再会。是缘。